9月20日，据各有界相关人士透露 ，YG 将在今年11月推出针对新男子偶像组合的练习生生存节目。该节目不会在电视上播出，除了通过出演 SBS 选秀节目提高知名度的防疫谈和崔来兴等 YG 新一代偶像出道组外，国内其他企划公司出身的练习生和在日本等地选拔出的全球练习生也将参加。这是 YG 时隔5年制作的男子偶像生存节目。非凡娱乐整理报道。